贝，今年32岁，整天无所事事，瞎颓废。最近很沮丧，啦啦啦，什么也不会。谢谢大哥大姐给我发点演唱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谢谢大家，请你们慷慨一些，发给我一点工作，让我的生活有滋有味。表达这件事儿，其实人人都会，有的用嘴，有的用手，有的用眼神。作为开了煤矿的子弟，我非常骄傲。唐山钢铁公司的爸爸练就我的一身好武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嘚啵嘚啵嘚，学前班的老师同学管我叫傻贝贝。承蒙姚老师的照顾，我咸鱼翻身。不过那已经是小学4-5年级的事儿。升到初中之后，我在班里没有地位，只是不出场的青春期宝变得又瘦又黑，立志让自己强壮强大一些。没想到酒精火锅把我变成了小胖。我现在的着装头型和我初中一模一样，但我发现我已经不是那个傻贝贝，真想变成小时候的傻贝贝，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傻贝贝，跪在奶奶身边睡着了的傻贝贝。不，你还是那个傻贝贝。对着我，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张梦斌，然后很高兴参与我的好兄弟贝贝的这张唱片的录制。这几天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期待他能在之后能写出更多好的作品，我们能一起玩。哎，谢谢大家，我是 Chris 鼓手，谢谢你们，我爱你，下次见啊，下次见，拜拜拜拜 ，Chris 鼓手，哎，再见。Hello everybody, hello China. My name is Damien Bonsgu from the island of Mauritius. Great pleasure to engineer on this record and play some bass, some Beijing reggae. 谢谢啊，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鼓手吕南。这里有很舒服的鼓声，这里有几位开心的哥们儿。我们搞了一些特别的声音，大家快来支持贝贝的新专辑。然后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声音吧。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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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还得看。啊，就是录制这段时间吧，这个是没住家里，这有点烦，就这样。石俊峰，我就别说啥了吧，这个你就弄吧。首先预祝贝贝的专辑大卖。作为一位非常聊得来的年轻音乐家，希望贝贝的路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宽。谢谢。大家好，我是谢应辉，来自美国的长号手，我是2012从欧洲的音乐学院毕业的。我录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很高兴，你们能感觉到。我希望大家很喜欢这个专辑和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好，我是王贝贝，晚上演完出，今天我请你们喝一杯，我们去一个酒吧，可能一杯而已，我请你们喝3杯，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跟你们做一个 after party。 那下一张专辑可能是在今年的秋天发行，还是我跟我的哥们们跟我，反正好了，我们秋天见，秋天我们可能再做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发给大家。好了，再见，拜拜，谢谢你们，请支持支持我们， come on come on， 都过来买专辑，谢谢，再见，拜拜。